一瓶烛火人寂寞一处客怎么会是你一处悲欢你却色我勾勒一声荒腔梦碎心心难舍人人叹要不是那个小女孩托我来看你我才不会冒险过来既然你觉得我这里危险那你还不赶紧走我看你身体是恢复了还是说你是顺水推舟将计就计我素日身体强壮自然强于常人你的身体竟然如此强健不管哪种毒在你身上都要减退几分那是因为我的功力远高于其他人脸皮也厚于旁人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还是躲远点吧我今天就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我又不是犯人不用你看着我难道说你是怕我趁你睡着之后偷袭你我怎么可能怕你我就是不想看见你而已你睡着了自然就看不见我万一你阴魂不散追到我梦里看着我怎么办天浅不可信哪来的魂魄百姓诸位百姓哎听我说啊哎咱们外面发生了失忆啊真的不能怪咱们的城主啊他也是受害者你看他从昨日开始昏迷在榻至今未醒啊城主昏迷这不就是他自己强行上位引发上天不满的结果吗我们百姓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受苦啊就是啊哎大家安静安静祸害苍龙城的人另有其人就是苏婉儿诸位百姓观星司夜观天晓城主夫人苏婉儿乃天煞孤星命格极凶她先克死老城主又克新城主还连累了百姓应该将其赶出城主府让她不再继续祸害我们苍龙城苏婉儿出来出来你也都守着我吗林哥哥你总算醒了我担心了一晚上让我看看有没有余毒苏婉儿呢亏林哥哥饶他一命呢谁成想他竟趁着你中毒连夜逃跑了凝霜洁白无瑕也不知道是何等滋味啊不然你以为那老鸨会出高价买它不好娘们跑了本事你就杀了我杀了你不如让大爷舒服放开你别碰我放开
侧，相思难留，我心寄君处可好？此情难消，百转千回，情路弯弯绕。西窗捧起人影，对月照，举心一笑。千红尘只为一人，爱无声，情有恩，似海深。人间风月，我伴你一程。三千浮生，相思为一花开满城，眷恋一人。共此生，一生还为你。我来晚了，我带你回家。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如果你想要谢我，方式有很多，不知你想如何谢我？对了，你已经知道霓月所做的一切，你想怎么处置他？你想如何处置？此人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难道你要庇护他？在苍龙城，是非皆由我说了算。你怎可不辨是非？你也配和我共其一马？发作凶猛，我越来越无法自控。